来放进去。还是一样，什么都做不了，很惨，食物中毒还没好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有人来了。有没有？没有食物。他有电线，电线拿了吧。保险丝、弹簧、石灰石我不要了。他没有食物。哇，这个这么贵啊！我看一下，我有什么东西啊？石灰石咱们有了，再来一个呗，给他凑一个石榴出来。然后我给他，哎，这个不行，太麻烦了。给你木头。啊，给你石榴跟木头，交易。还差一个电路板，一个断路器。哇，大家都饿了。哦，你终于不中毒了是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出门出门。在家里待着肯定是浪费食物啊，还不如出门探索。你这回，之前都是因为这个非洲人，所以说我们才损失这么大。这一回你这个欧洲人。行吧，欧洲人往东探索，我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运，带来好东西。我想一下，确定。那么这回我们已经丢失了一把刀啊，你依然拿这个棍棒。如果说这回见到人不要打，直接跑啊，直接跑，赶紧跑，往死里跑。行吧，这回我不敢打了，塑料袋都丢了，对不对？咱们这个传说中的塑料袋都丢掉了啊，这就很难受。谁是饿的？大人感觉不错是吧？你也设置探险，既然你已经饿了，这个就赶紧出去，不要在家里待着，在家里待着浪费食物的啊。十二，哎，这个啊、哦，你探这个15，好，可以。行，你的话呢，依然是配个防毒面具，一个铁棍。好，出发吧，把这两个都弄出去。这饿的就赶紧弄出去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么困的吗？行，你不困，来广播寻找交易的人，我一定要拿到食物。现在没有食物，我就要死掉了，都快第十天了。搜索区域，猫猫。你来喂一下猫，喂不了，没有食物。你还没弄好这发电机吗？哇，这个猫好可怜呐！你去捕个老鼠吃啊！穿个防化服。在学校遇到了一个人。跑，跑掉了吗？哇，制服偷窃，近战制服，哼哼，哇塞，食物耶，可以啊，直接把他干倒。我看他这个是空手，本来我想跑的啊，因为吸取上一次的经验，这个咱们现在是亏不起，但是我决定赌一下，反正我们都已经是快饿死的人了。不过好像他比我们更惨，应该是他要赌一下才对。给缓，哎呀，来拿个缓解压力的回来，降噪沙子管子就不要了，美。走，你我叫他穿这个衣服是哦，是为了去修这东西。雨水净化器可不能坏啊！别看咱们这个水好像还挺多的，哎呀，这猫要死了呀！
猫要死了呀！你快去抓老鼠呀！哎呀，每一件事情都让我亲力亲为。来看一下这个废土上，遇到了个乞丐，不招募。哎呀，要饿死了呀！要饿死了呀！你们怎么有这么多人能遇到的？不会又要打架吧？哎呦，一女的，打！她没有武器啊，她没有武器。哎，哦，缴械失败，制服，哎，格挡，我的天！哎呀，哎呀！制服，啊，看来他有一手的嘛，完了，要死，这怎么办？逃跑，肯定跑不掉的呀，都流血了，跑。跑掉了吗？Shit！对不起呀，我把这个非洲人弄死了。还，现在还出现了心理创伤，怎么就没有食物呢？宝宝们，怎么？怎么你们就是带不回食物呢？我们现在可以招募人了，我们快饿死了。你怎么就是没有食物呢？对吧？他，哎呀，这就很让人难受，对吧？没有食物。你用什么跟你交易？我现在都快穷死了，叉的都没有给你一罐汽油吧，给我多点这个水泥，金属。哇，第10天。难道我们这个整个小团队只能生活10天了吗？啊，这个女性角色已经去世了，现在这个整个营地里面只有两个男性角色，你们想想这有多慌，猫都要死了。亚洲人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。观众朋友们，您的亚洲人已经出现了营养不良，他就要死了呀！有人跟我换食物吗？怎么会遇到这种连食物都没有的情况呢？来，交易，有没有食物？有没有车的？你能给我吃的，我就让你进来，行吗？能给我吃的吗？先让你进来，啊，反正我们刚死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吃的，同志？你有没有吃的？还嫌我床破？一来就洗澡，这些人什么毛病啊？
经出现了巨大的危机。不行了。哇，这个生命值减的，我的天，再没有人来供点食物就完蛋了。你们知道吗，这是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啊，第一次玩这个游戏，遇到，应该说我第一次玩庇护所这种游戏，遇到没有食物水源充足的情况，还下起了大雨。一般不都是没有水吗？什么情况啊，还跑了一个啊，他觉得呼吸困难。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你可以走了。就因为我一开局忘记做这个捕兽夹了是吗？失去意识。哇，第十一天这个 Red 家族他们就要死了，挂了一个，同志们，挂了一个，这完了呀。阿凡达也没了，还有人感染了，同志们，这些视频已经准备结束了啊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所有人在生存的第十二天，因为饥饿，因为失血，因为窒息，死在了这个庇护所中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还是不错的，难度还是有相当难度的，对不对？我居然死得这么惨，死于饥饿。我以前玩这些庇护所类的游戏啊，废土生存的游戏，基本上都是渴死的，很少说有饿死的啊，不是渴死就是被这个外来强徒，对不对啊？强盗洗劫一空打死的。今天这个死法真的很特别啊，可以说是第一次有这种死法，渴死啊，基本上饿死啊，渴死还比较多。那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别忘记关注我的频道，转发推荐一下，点赞收藏投币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啊，对了，如果你们还想看到这个关于庇护所这个游戏的视频啊，别忘记在这个视频下方评论告诉我，你们告诉我之后呢，我才好决定要不要再去录这个游戏啊。行了，这一回真的拜拜了，拜拜。哎，你们怎么还不退出这个视频页面？哎，你们点叉呀，离开这个视频页面啊，你们走啊，你们快走啊，关注完就走啊。